生病，他就把你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个这个处理的对象，然后打针吃药开刀，加上各种医疗器材，把你整掉半条命。所以我今天啊，您敢来了，我先讲今天我们的这个医疗体制，西方的医学主要是由美国来表达控制，它是个非常可怕的，这个牵涉到高层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不讲，你真的不容易了解啊，也没有人写这样的书。间接有一些美国人有透露一些，你不知道这个医疗体系有多可怕，加上健保，哎，所以我把西医啊当做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啊，这个绝对没有任何侮辱，你听我讲完几分钟你就知道啊，制造万病啊，他不是治疗的治，你本来找他治病，他是治万病啊，谋暴利。那这个过程中啊，就把你身体害掉，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糟蹋掉。透过全民健保，它削钱削得更快。所以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医疗体制，为什么我们反对健保？因为国民健康保险是非常棒的名字，它但是挂羊头卖猪肉或卖狗肉都还没关系，它卖的死猪肉，它没有卖害你的。所以它今天的健保实际都是不是用健康保险，不是用自然的养生疗法来让你所谓的病人把身体改善，达到更好的境界。相对的，是用西方的医疗的手段来折腾你，让你这个人呢变成一个活病人，然后一辈子被他控制，一辈子拿他的药啊，在那边做一种奇怪的慢性病人，然后他的钱就削爆啊！这整个它是一套阴谋，这我不是乱套他帽子啊！这个我慢慢来解释一下，今天这四十分钟你会觉得很值得。第一个，先讲整个了，我必须要提高层次。整个美国这个国家，你对他了解多少？我在美国待过啊，在华府待过三年，我在美国读过书。告诉你，我们对美国非常不了解。从小的教育，因为国共斗争，因为美苏冷战，在座有点年纪，50岁以上下就可以了解啊。当年一讲，美国就是盟邦、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国。啊，多棒多棒啊！俄国大鼻子多坏啊！后来发现美国人鼻子也不小，好像慢慢发现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害我们最惨的是美国啊！他现在不但平常要你买他的军购，制造台海的相对的矛盾啊，然后一直来吓你，要你买他的烂飞机、烂武器，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平常呢，竟然用医药、用他的烂食物来害你。啊，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我现在就从这里来讲，先让你了解美国的政府啊，这个快速的就可以进入状况。美国真正的优秀，它是19世纪从1860年的南北战争以后，它国家迅速统一，迅速统一以后，它新兴的中产阶级冒起来，工业革命开始啊，轧棉机、轮船，它比英国慢了100多年，但它后来追上。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形成了几个大的财团。第一个啊，叫做这个钢铁大王啊，像卡内基、哈里曼；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金融上的，更厉害的叫摩根财团。到现在你还听过摩根斯坦利啊？这些神秘财团跟欧洲的一个罗斯财团，他们是一伙的。啊，这里面有宗教性，有社会性，有神秘性，有高度的政治性。他们在各国建立了各银行，像美国有个联邦储备局，就在像美国的中央银行，它不是美国的政府做的，就是这些财团在19世纪、20世纪初做出来的。他们可以影响总统选举，所以美国的总统历任都受他们控制。像甘乃迪不听话，叫他发动越战，他要打这个战争，这个石油军火才有搞头，他不太肯打。就把他干掉啊！中央情报局当时副总统叫詹森，中央情报局50年后回忆说是詹森下令。我想詹森还没这个胆子，一定是后面的石油各种财团弄他。所以他一死，詹森立刻发动越战啊！后来是拜登、毛泽东的赞助下，到尼克森把他退了。好，我讲这个跟有关系，就百年来真正控制美国的是神秘财团，他的政府只是他的傀儡。那么同样他的国会都被他控制，那政府力量啊，到了2次大战以后啊，他有一个名称啊，这个当年美国比他有个性的艾森豪总统，他要下任的时候，他有演讲，
美国真正的政治控制啊是什么呢？叫做军工复合体啊。这个先要用点英文啊，这个写怕不清楚，抱歉。这个是很重要的学问啊，你这样子就快速了解美国的政治。这是速成法，这个是英文的 military 啊，加一个 dash， 然后这个用 industrial， 很勤勉的就变成工业啊，这个不用写不了。然后 complex，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的体，叫军工复合体，军事工业啊。你看现在美国的波音公司多大，我同学是波音的工程师啊，那个飞机啊，多少架，全世界你坐的波音747、767、787都出来了，日本人帮他打造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杜邦化工的啊，重要的化学纤维在战争中需要的物资都他们做啊，那个什么洛克马丁西德，那个洛克希德，他们整个并在一起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造各种军用的飞机卖到世界各地，所以他的军火第一。工业呢啊，就包括钢铁啦、石油啦、洛克菲勒等等，军工复合体。后来我最近啊看到台视不知道播一个旧节目，哎，很棒，他加了一个字，我以前忽略了。所以这个艾森豪用这个 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 中间要再加一个字，哎，英国的、美国的国会叫什么？参众议院有不同的字，还有 Congress， 哎 ，regional， 这也加代选。所以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他的国会就是他的门神，参众议员，哎，在美国那个资本里没有钱，你想选举啊，门都没有，对不对？既然顶薪后面没有门神，他有这么厉害吗？既然那个大案子没有门神，他能够做得起来能那么早吗？大陆也一样啊，那些后台被斗倒了一派，那票人就惨了，对不对？习大大起来，薄熙来一回，周永康就完了，他都有门神的，他的国会都是门神，都是世家。今天布希好几代当总统，他儿子说不定又要出来啊，那代表他是德州财团的啊，像甘乃迪是东部纽约财团的，他们都有世家。奥巴马这个小鬼，他一定也是有民主党他们后面有财团支持，不然一个小 K 人想冒出来没有奇迹的。好，跟你讲这个背景以后，你就知道他庞大的军事工业国会整个来控制这个局面。好，从这个工业里面跟我们今天讲的医疗有什么关系呢？工业中间最重要一项大家都知道，石油在人类现在可替代的能源呢、我常常听到朋友啊，永动机啊，还现在用空气就可以发动汽车，如果这个真的这样子能量产成功，那是不得了啊！石油还没有完全取代前，石油工业近百年来黑色的黄金啊，一个中东为什么重要？因为有石油，上天特留给他在沙漠地带。那么像这个石油呢，在最大的当然美国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虽然他这个股权释放出来，但这个家族这个石油影响近代，不但化学工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有多大，各位有没有去想过？最近我一看我才吓一跳啊！从你吃的穿的啊，全部都是石油啊！所以这个军工复合体以后呢，那么再来形成更厉害的，今天我们是石油工业系统，从土壤开始，从你用的农药，有机农药，听到没有？有机跟生机不一样，所以常常有机电有机电错了，农药也是有机，只要有碳氢化合物，在化学定义就叫有机啊。它那个碳是一种生命的生机，但是这个是负能量的生机，所以真正的应该叫生机饮食，真正能让生命这个活跃的，而不是强害生命的有机农药。像你外面拿一个花椰菜，哇，很棒，十字花科抗癌的，但外面雾雾的，你一定要把那个有机农药洗掉，它才变青山绿水啊！以前我看过这个洗涤剂，很多很棒的。那没有之前这个有机农药在上面吃下去很大的麻烦。这个东西哪里来的？石油做出来的。所以从土壤、有机的肥料啊、有机的这些啊农药，从你第一关那个土地就已经被石油系统的伤害了，种出来的种子就已经差了。这个农作物到你身上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大打折扣以后呢，你吃下去以后啊，当然还包括它的油啊，它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用些化工的手法，那么他们在操盘，那做出来以后呢，人就吃了，吃了久了，吃五谷都会生，哪有不生灾，
何况吃这种经过化工处理的、经过石油系列处理的东西，最后造成你这个人体一定出问题啊！连这个油，真的喝的油，它都有这么多怪手段，用氢化啊！这个油上天制造的时候，在各种腰果、各种食物，像奇异果那个种子、那个芝麻点里面都有油啊！动物没有做菜，动物没有用油啊，活得好好的。哎，那个大象就吃点草，马油羊吃草又蹦又跳啊啊！最近要插画啊，有两个这个资深的叫做这个美食作家美女啊，一个50多岁挂掉啊，叫韩良露，一个60出头挂掉啊，在罗马什么，在她跟她老公看她儿子表演，到英国去，经过麦当劳5分钟救护车没到就倒了。这吃的烹饪好的跟营养学恰恰往往相反啊，最后真的变成脑满肠肥。美食主义者一定要讲究油盐糖这些佐料，那个东西才更害人啊！现在这个这一年大家食安危机比较有概念，因为经过了这么多风波，从塑化剂到这些顶新的油，大家才知道你多可怕啊！好，那这个背后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呢，人一生的病产生什么文明病什么，本来都很好处理，只要你有好的水、好的酵素啊，平常青菜水果多注意就可以解决。但相对的，现在你这个不但没有处理，找到医生，请医生治疗治理你的病啊，最后这个医生呢，我告诉你，这一关又是在美国呢，又是石油系统洛克菲勒他们控制的，他们成立了大医院，他们成立了医学院，重要大学医学院是他们捐奖金啊。你看美国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钢铁大王卡内基基金，就是他们能出啊，后来就这些电子新贵啊，这些有钱。那这些传统的这些家伙掌握了百年，大学的医学院医生是他在培训，是他在教导，医院是他在成立，用的西药是他的石油系列的产物。你今天吃的阿司匹林，从水杨酸，从里面的有的拿来当美容保养的，这些东西都是石油系列的。石油系列的东西它是有机，但是没有生机，整个没有生命的活性，任何东西你吃下去没有生命的活性都是害你的。那中药为什么比较好？因为它是 草本为主啊，当然也有些矿物，有些会伤肾的，这个要特注意，还有炼制过程要注意。基本上中药它基本上在外国叫草药，世界上研究草药还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跟德国人啊。他英文专有一个字，在医生里啊，他这个用 herb 最简单的 herbalist， 他整个就是草药变成一种医生啊，用这个来治病啊。现在外国有这种经典啊，很多我们中国没有。那这个另外一个话题。好，所以用石油系列做出来的西药，用石油体系支持的医院啊，医学院训练的医生，这伙人变成一个共犯。所以梅朋友昨天给我讲题目，本来我要讲中华大地的食安危机，包括大陆因为基因改造的问题啊，那个以后再讲。那后来他说要九个字，我们这个懂点文学的要配，所以我就说起来啊，中共国歌开头词不要做奴隶，起来，我们呢勿为，不要做这个西医的奴娼奴隶奴娼，这个是练娼啊，奴就是奴才，中国人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太监最会演的啊，渣什么的奴才啊，这个都是奴才奴隶。第一个，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身份权，没有财产权啊，在过去希腊罗马的人婚姻权都没有，初夜权，你讨的老婆那个地主啊先陪他啊，要先陪地主啊才轮到你一个新郎。那如果地主要陪嫁他女儿，陪嫁什么，你当一个牛马送到对方，所以是完全没有身份权，这叫奴隶啊。那么娼呢，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听过喂虎作娼，因为老虎把人咬死了，那个人的灵魂不散还不敢跑，继续为老虎抓下一个，抓交替啊。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哲学，这个叫娼。我特别灵感来用这两个字，这个娼呢就包括这些医生卖西药的、制西药的医疗体系，就是这个整个石油系统的大的这个复合体，他们的这些怪兽来做他们的娼，来吸老百姓、吸群众、吸病人的钱，还磨他的命、害他的命。然后这个我们被医治的人呢，
傻傻的就好像非靠他不行，一生病不找西医奇怪的，哎，一感冒咳嗽，第一个至少到西药房买个西药，买一个感冒糖浆啊，买一个什么啊，弄个普拿疼，再来有的要打点滴啊。二十多年前我就有一个自然的碰到了一个遭遇啊，让我从此知道，哇，原来感冒不需要靠西药，原来感冒中药就可以了，原来感冒喝喝热开水就可以，真的这样的，手边有蜂胶就喝点蜂胶，有好的蜂蜜喝点蜂蜜，几天就缓解，该吐痰照样吐痰，该擤鼻涕照样擤鼻涕，该发点烧都是好事情。你平常哪有那么多脏东西给你排出来？因为偶尔感冒把脏东西排出来是个正常的反应，结果你硬要去化痰止咳退烧，本身就是个魔道，就造成你这个身体的生机产生了后来的一些各种癌症啊，有空再解释。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自己啊，不要再做西医西药的奴隶啊，一有病就找他，那你就被他控制啊。还有一些人啊，包括政府都在做西医体系的仓啊，这个虎仓啊，因为你帮他背书，弄成健保制度更可怕啊。所以我这个就先这样子讲啊，这个大家知道我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在这边。所以啊，这个西医体系西药，我给它一个名称啊，它不是治疗一般的治疗疾病，是制造疾病啊，制造疾病。除了用这个石油系列做成的各种西药啊，什么磺胺剂啊，各种抗生素，包括你吃的所谓的维他命当做食品啊，其实在西医来讲它又是药品啊。你要看真正的西药药典啊，有一对蔡家兄弟啊，那个书太重，我现在没办法扛来，他们是台北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的，花了几十年，就每年写一两年，写出一个药典，哎，我看了吓一大跳啊。以前我演讲也提过，每一个药都有一堆后遗症，一堆副作用啊，就一个糖尿病，他说没骗你啊，但后面有多少的副作用，多少的禁忌啊，这个吃了以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你现在只要看随便朋友到荣总哪里拿个药，后面都给你注明，吃了这个药啊，这个降血压的可能会造成口干，可能会造成别的昏眩，可能有什么什么胃痛啊，通通都给你讲清，他没有骗你啊。这么多副作用的毒性啊，你认为自然，那就伤害人的这个身体其他的器官或者机能，那这样东西怎么可以当药呢？那卫生单位又很霸道，以西医的哲学为主，你不准讲别的东西有疗效，一讲疗效就抓你罚钱，对不对？我认识一个老妹，她跟她男朋友不知道哪里弄来一个肥皂，有一天在网络上，因为好多年前，她就稍微讲个肥皂多神多神，结果给卫生单位逮到，还被检举，要罚她20万，哇，求爹爹拜奶奶，还要罚3万。还不是吃的，只是一个肥皂，讲一些好的功能就没罚钱，哇，插在里面，他说，哎，非常可怕，拿个直销的，你稍微要讲他的，那你严重。他那么烂的西药，明明是害人的，使你的病啊问题更多，竟然，哎，还可以公开发售，还透过健保体系国家级的公权力来让他合法的来弄到你身上，哇，这么恶劣的政策，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啊？我讲多久了？有没有20分钟了？啊，因为只给我40分钟太短了，所以我就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开场白啊。好，还有这个西医体系啊，政府作为帮凶，它有几个啊？第一个当然卫生单位各种政策，在美国叫 FDA 啊，美国 Food 这个 Drug， 这个 Drug 的意思啊是比较不正式的，就在西方人呐、啊、毒药。贩毒的，都用这个字啊，所以它这个 F 跟 D 啊，药品、食品药品的管理局啊，一个行政单位啊，这个权力大得不得了。所以常常我们那个做传销的，什么产品来，美国 FDA 认证，说话认证又怎么样？它不是神，很多东西啊，到慢慢以后才发现，当年有个沙粒豆麦啊，这个德国人弄的，妇女呢怀孕会害喜，中国人叫害喜，要安胎剂，再吃下去以后啊。久了发觉啊，安了胎，但生下来小孩没有手肘，没有什么，哇，这个造成了千万的美金、千亿的美金赔不完。50年后，德国人才道歉，那美国、日本都在销这个东西。我在美国读书，就看那个小美女，哇，脸蛋很漂亮，可她先天没有手肘，
穿着牛仔裤嚼个口香糖，旁边一个中年妇人问他，哇，他要怨天尤人比谁都要怨。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事前 FDA 检验过啊，他哪知道后遗症怎么样，要长期服用才产生后遗症。那致癌之物不是一吃像泻肚，我把它泻肚这样的好处理，那隔了5年10年慢慢爆发，你很难掌握因果关系。但这个东西明明知道它是会出问题的啊，这可怕。所以政府啊，借着这个 FDA， 我们借着卫生单位用健保政策来弄美国这个医疗非常恐怖啊！我有个数字，前几年20-30年，几乎一半的人呢、啊、看病看到破产啊，平常做生意败了，炒股票的没话讲，看病看到破产啊。最近他一个朋友，他弟弟啊很有钱，但是心脏一天到晚装支架，在美国当装一装要14万美金，带了多少？400多万台币。跑回台湾啊、儿子牙齿痛，从美国纽约临个花7块钱坐飞机回来处理牙齿，怪怪。我说台湾还真是医疗天堂啊，那到美国你穷人真的不要生病啊，那没有什么信用卡，没有什么你就很惨啊。所以公家政府借着 FDA 借着卫生单位啊，用政策来卡你，那这个人有钱人使鬼推磨，这些人不是圣人，一样用钱来买，一样他的 FDA 检验根据你药商告来的药，这个吃了以后大概很安全，没有，找几只小白鼠，找几个人做做实验，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好，就这样弄上去。后来就发觉，哎呀，降血压的药，治糖尿病的药会造成心肌梗塞的，是吧？常常有这个下降，我们政府有时候还慢一点，这种报纸时有所闻。所以借着这些卫生单位啊，借着医疗学术团体散播一些错误的概念啊，这个等一下讲。还有第三个，借着公共卫生政策，各位有没有想过来骗你啊？我现在就发觉这个老美在搞生物战 ，H1 什么 N1， 哇，中间还分了3到5啊，会跳级的啊，这细菌每天在变，哇，这个不是做细菌战实验了，不可能的。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禽流感啊，什么感冒啊？以前最多叫做 A 型感冒，什么西伯利亚、猪瘟型就吓人了。他现在搞一些 H1N1， 天天吓你，然后一堆一上来，哇，不得了。当年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前，哇，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啊，死了1-2000万人啊，先恐吓你，进行整体性的医疗恐吓啊，平常看病对你个人就是医疗恐吓，哇，那个一个 X 光一照，有个黑点，哇，你这个可能肺癌啊，妇女这边一摸个硬块，怪怪，可能乳癌，就要动手术。我看真的就这样干啊，其实那根本小问题，有空我再慢慢跟你讲。好。然后呢，他用整体的，我先讲一个大的公共卫生政策来骗你。前两年我们就有啊，台湾同胞稍微有点觉悟了，那个詹启贤几个又鼓动啊，用鸡啊，一养800万只鸡，你相信那个鸡本身会健康吗？用那里面萃取的疫苗，说能够防止这些禽流感，防止什么什么重感冒。哎，什么叫做疫苗？各位你知道吗？从小我们种牛痘啊，打预防针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这疫苗的哲学啊，就是你这个病毒它把它培养，你假定这病毒是在你上100%的威力，它抽成30%做成疫苗打到你上面，让你自己的抗体激发一些，就像平常防空演习啊，不小心这样演习的时候也会炸掉一些民房啊，在屏东不是有一个刚好不小心炸掉有几个民房受损，万一真的敌机来的，怪怪那还得了，所以平常就要激发一点这个防空的意志，它是这个哲学啊，好像有道理，但用在人身的非常麻烦啊，因为脑膜炎，因为什么开始注射疫苗，本身就是一个毒性，先打30%，哎，你本来没有毒的，本来病毒也没找到你啊，没事先试30%的病毒在身上，这算哪门子？我就碰到一个很优质的女性啊，她在电台就是卖那个什么那个蜂胶这一类的。哇，那个一个哲学系毕业，这个小姐说，大哥，我用钱速度，赚钱速度跟用钱速度一样。有天我看他离婚了，他还蛮强势，他的儿子十分，我一看，哎，我说怎么好像蛮可怜的，啊，他说刘大哥，他有那个什么，小孩子幼儿型的糖尿病，怎么来的？他接着跟我讲，当年怕日本脑膜炎传染，就先打疫苗，日本脑膜炎没来，儿子变成那个病。二型的糖尿病，要每天要打胰岛素，才12-13岁打胰岛素，要打到哪天挂？哇，这是太残酷的惩罚了。
没事没事，他真，你说这个人一辈子啊，我真的难以想象，这就被这疫苗害的，有的一针就挂了，对不对？有的感冒一嘛，你抵抗力弱，那三成的毒进来你就完了嘛。就像武侠小说，人家十成功力，有的你弱的三成功力你就倒了嘛，对不对？你没有失去找疫苗啊，为什么现在从小就有癌症的因子在？从小就有青蛙汁，从小就免疫系统很差啊，就是这么来的啊，整个就被这些疫苗害啊。他这些人呢、啊，每次借这个恐吓你，不打疫苗好像。啊，中国几千年没有疫苗都活过来，除非有大的瘟疫。中国人喝茶，所以又没有黑死病。西方人还会有个黑死病。好，还有没有十分钟？还有时间吧？还有十分钟。刚刚你没有占我时间了，好，那我要好再讲一下啊。好，所以你又知道，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啊，特别这个中午灵感来要讲这一段啊，中间呢。这个西医治疗啊，它有三大盲点。我本来想下回讲，我今天就快速把它先点出来。有空我们再看。为什么我们瞧不起西医？不能完全稳定了，因为有个外科手术还是要西医啊。真正的癌症说剩几天的啊，死马当活马医，那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我们那有个天庭老弟，肺癌第四期，现在自我医疗好了。他在更新医院，我有去看他，他这个那个更新医院很开明，该病患只是住院。不接受本医院的各种医疗手法，他自己这个措施，他自己去治疗，给他证明可以住院，不用他的医院那套，他结果活得好好，又蹦又跳。肺癌什么癌都是小毛病，西医他搞不懂。肺癌我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先插这句话，肺癌怎么来的？你认为是抽烟吗？肺癌跟肺部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先告诉你一个大概念。为什么他现在加个叫肺腺癌？它走腺体啊，跟肺部有关系的叫肺病、肺结核，英文叫 TB 病啊。这个英文是颜面 tuberculosis 啊。帅哥英文很棒，我们这个初中读的英文还记得 TB 病啊。有链球菌感染肺部啊，或营养不良的那个菌一来就挡不住，所以肺病、肺结核是过去的名称。这个肺病啊，肺腺癌跟肺部没有直接关系。我打个比喻你就懂了。你这个家里垃圾你平常都很清洁，不小心垃圾车或者人家两袋垃圾丢到你门口，等人家卫生单位来罚你钱按你铃，你绝对不甘愿，就那个不是我丢的，在你家门口但不是我丢的。这个肺的问题经过了肺部，是因为你感冒没有好，当年吃西药，这个病毒逼到腺体，走到腺体里面往上冲到淋巴，变淋巴癌，变成鼻咽癌啊。所以还不是光吃烧烤就鼻咽癌，因为你的这个完全被西药这些抗生素害的。你几百年前，百年前没听过有这种病，都没有吧？百年前营养不良，中国抗日的时候就一堆人得肺病，是肺结核啊，留着没有听过吗？得什么肺癌的、肺腺癌，这都是近代西医帮你制造出来的。一到那边一看肺部受到影响，马上就要把你肺切了，马上进行它的侵入性疗法，你的免疫力就没有了，所以就不久就剩下存活期，半年、一年、两年就烧死了啊！就给你化疗不行就这个这个放射疗啊，就什么什么，最后先切割啊，最后就挂掉啊。所以癌症本来是个小毛病，被他弄。那我想几分钟我就讲西医为什么要批判他啊，你就知道可以。西医的盲点啊，这个今天就开场白看看再讲一下啊。第一个。西医的三把斧头，他的医学基础论是落伍的，他建筑在三个基础上。第一个是整个细菌致病说，200多年前的巴斯特说，因为看到细菌啊，所以细菌造成你的生病啊。这个发觉同时代有一个理论呢、根本不是，应该务必先佛后重生啊。最明显的例子，这个胃溃疡人有幽门杆菌。我一讲，那个小姐说：“哇，医生给我最厉害的药，杀幽门杆菌。幽门杆菌绝对因为你不按时吃饭，不别的西药，造成你的胃壁出问题，胃酸不平衡，让幽门杆菌有生存的条件。啊，以前我住个地方，小蜂窝你不敢，它叫那个蜂窝慢慢变个大蜂窝，是因为你务必先佛后重生，才有幽门杆菌。它是结果，不是原因。你要把你的胃调好了。”为了让它恢复正常，而幽门杆菌自然无法生存，
这才是养生之道，而不是去追杀幽门杆菌，让你的胃病更伤，你最后就变胃溃疡、胃癌。我刚刚就这么来的，越搞越糟。第二个呢，它建筑在这个血液循环的基础上，血液循环的基础上，这个哈维啊，这两三百年发明，人有血液循环，所以血液怎么样的呀？但是不够。好，第三个，它是借着，应该第一个是解剖学了，我刚刚到解剖学。你有什么病，他根据通常都是往生者大体解剖，到希特勒跟日本的731部队才解剖正常的人，才知道人活的跟挂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有几个东西就看不出来，第一个他的经络看不到，第二个他的穴道不知道，所以经络的气动他无法掌握。第二个，当年的没有这个当年只有细菌学说，对遗传学不够了解，对基因分子生物学基因他搞不懂啊。这个20世纪末才把基因密码解开，原来人都根据基因这个东西没有处理好，所以过去西医不懂基因的道理，所以对整个细胞没有真正的了解啊，所以对整个的经络循环完全的不清楚，所以他本身就是在一个大前提非常的忙的一个状况下在做他的营养学啊。那么还有对分子生物学的不了解，那么这些不了解以后，他对人的判断是盲目的，由于盲目的，所以他等于盲人呢看盲病，你是什么病他根本没有办法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下面有三大问题，第一个，西医对任何的病因讲不清楚，从心脏到什么，他完全把你人当个物体，不当个整体，当个别的器官啊，器官出毛病是整体的体质有问题。器官呢，我最近看美国有个书很幽默，他的批评把器官是苦主，譬如肝病的肝，肺病的肺，肺癌它本身是苦主，你要去救它，结果你把它当凶手，说因为这肝不好就把它切了，肾不好肾把它割掉换掉，哇，把苦主当凶手，这第一个大错误。第一个，病因讲不清楚，你怎么治病？好，细节我先没办法讲，下回再来详细说明，把这个纲要讲完就结束了啊。第二个，西医的盲点在哪里？病的症状他弄不清楚啊。第一个，病的原因啊，第二个，什么叫病他讲不清楚。刚刚肺癌啊，看到肺有问题就肺啊，哪里有个硬块就什么什么啊，解释就不对啊，把现象当疾病，血压高血脂高这是个现象嘛，跑快了嘛，气就总要喘两下，再不会喘气这个也怪了。那你在这个状况下，你把它当作血压啊、热胀冷缩啊，急了一点会怎么样啊？你把它调和过来啊，慢慢心平气和，喝点好水润一润就好了。平常饮食多注意，他把它当作现象，用个指数，动不动数据啊，你开始要吃药了啊。肾脏还有这种啊，到一个程度你要洗肾的啊。妇女的红斑性狼疮被他一弄，加上又用类固醇，弄到最后就要洗肾，他是三部曲。啊，最后就换肾，你就死定了。这个钱有多大的利润？那个降血压，我的朋友有人三四十岁吃到现在还在吃，吃到挂了，最后就是中风，就什么洗肾。那他这个钱就削爆了，他就两下子照我这样讲，哎，感冒回去，哎，闷闷棉被，喝喝热水就好了，弄点姜汤。那他医生吃什么？你到医院看病，医生不给你开药，你还会骂他，怪怪，这哪像看病啊？来到医院看病没有开药。好像心里很不踏实，那我跑来干什么？是吧？好，所以这个自己啊，又作为医奴，他就做他的这个医唱啊，整个变成医疗诈骗的一个集团。好，第三个病症，好，我病好了没有？这种可以告诉我吧？我感冒没有，哈欠没有什么，我就不要吃药。对不起，病好了没有？西医搞不清楚，这最基本的什么叫病好了？就我解释了。把一个现象当作疾病，把病症哇这个连下来变成病，就一辈子吃他药啊。这个妇女同胞也好啊，妇科的毛病都很简单，稍微哪里啊推拿按摩他就解决了，结果要切药割啊，一辈子要吃他药。更年期就是西医发明的一个怪名词，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中枢神经老化影响到子宫卵巢，造成你的绝对更年，你要让中枢神经活化，子宫卵巢就好，而不是把他那些老化的器官割掉，这是个魔道。最近美国一个神经病女人啊，没事说可能会得乳癌，先割掉乳房，可能他妈将来要得什么癌把它割掉，哇，这种疯到不行啊！这是最典型的医唱。所以时间关系，
我今天做一个开场白啊，各位精彩不精彩？精彩！不要再做第一跳啊，四十分钟只能开场白，逗点啊，下回再分解。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明天。